奶奶是老革命，在李晨奶奶的追悼会上，李晨奶奶的身份才曝光。李晨奶奶名叫张七朝，是一位老革命。从挽联可以看出，李晨奶奶少年就参加抗日，学习白求恩大夫的精神，是一名老军医。从花圈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字样，可见李晨奶奶背景不一般。沉痛悼念战友的字样更印证了李晨奶奶的身份。李晨爷爷是革命前辈，这是李晨奶奶和爷爷的照片。李晨奶奶是个老革命，那李晨爷爷究竟是啥身份呢？说出来真的很吓人。在跑男的一期节目中，李晨避不开无奈曝光了爷爷的身份。原来1937年李晨的爷爷在延安上了抗大，以前知道李晨是军人家庭出身，却没想到爷爷竟然是抗大学生，还是1937年的抗大学生。李晨1978年11月24日出生，父亲叫李京生，据说只是国企的一个普通司机，母亲却曾经也是一个军人，所以李晨出身军人世家，是的的确确的红三代。